后面他说什么？他说他肚子疼，要上厕所。哎，不是你这大饼又发霉了吗？啊？不可能。后面啊，你跟专家说让他再忍一忍，路上为了安全起见不要停车。你跟他说让他再忍会儿，马上到了。Потерпите немного осталось. Нет, нет, не могу, не, не могу. Да что же это такое? Я не могу, мне нужно в туалет. Остановите машину. О, давай. Пропусти меня. Давай. Замучила, замучила меня живот.红明，过去看看。我跟着去看看，万一有什么事儿呢？我不去，要去你去。他拉肚子，我跟着去干嘛？好，来来来，我给你们倒茶。不用客气，我们自己来。几位慢用。雪茄没买到吧？雪茄？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能买到卷烟就不错了，要这要，他怎么跟个资本家似的，一点艰苦朴素的精神都没有。李鸿明，这一点我得批评你啊，人家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的，提点要求怎么了？组织上派你过来照顾苏联专家，这就是给你的任务。在朝鲜战场打仗是任务，保卫我们的人民政权是任务，这照顾人怎么也成了任务了？我看你这成天往剧团里跑，也没什么怨言呀。那是我乐意。再说了，我也征得秋月同意了。谁像这个老色鬼，看个演出的色迷。Ваш китайский хлеб с маслом отвратительный, мне желудок разболелся. 你等等。说什么？中国汉堡把肚子吃坏了。你要信你忘了做一不列位。喝点热水啊。Послушай-ка, молодой товарищ, что это за отношения? Терпеть? Чего терпеть? Я вам не слуга здесь. Ты у меня? Уходи отсюда. Мне не нужен такой переводчик. Уходи отсюда.哼，天柱，说说他。
You are a bitch。您先不要着急生气。你跟专家都说什么了？人家说不需要我了，让我走呢。这态度上就有问题。李鸿明，既然专家对你有意见，你就先回去。有什么问题，等我们送完专家以后再说。回去就回去。同志，这不是秦老板吗？请请请请请请，怎么没在龙门饭店待着呀？哦，今天我正好过来收账，这不大小生意都要照顾着吗？秦老板还真是样样不落呀！哎呀，混口饭吃嘛！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哦，哎，我还第一次见到外国的朋友啊，他这怎么了？哦，水土不服，吃坏肚子。恶心半了，恶心半了。你们吃点什么？吃的就不用了，给我们来点热水吧。好，上好茶。秦老板，哎，这位伙计是新来的吗？哦，我最近啊生意不错，多请了几个新的伙计。哦，辛苦了。走。哎，自己来了，上面有消息了吗？还没有，老板，咱们快动手吧，这是太好的机会了。不着急，还有十分钟是整点。上边如果没有消息的话，我们就自己动手。好，你们两个过来，你们先去后院藏着，不要露头，万一被他们发现了。就说你们来送货的。是是。这儿肯定是暴露了，我这个模样也不能再用了。那我去做撤离的准备。记住了，把尸体处理好。放心吧。这位伙计，天柱，我们换个地方吃。我们走。哎，各位各位，怎么走了啊？饭菜不合适？这位伙计，我怎么看你这么眼熟啊？你可能认错人了。黑店啊，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啊？不是不是。秦老板果然不简单。那我们什么时候消灭他们？还没演够啊？啊，你沾那玩意儿不难受啊？你赶紧把他给我扯了。好，看着闹心啊。嘿，热死我了。好戏马上开始了。已经死了。
Фан. Андре. В этот раз попал на настоящий спектакл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Туда-сюда. Весь день. Спектакль. Концерт.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我呀，都听小组长说了。 说你非常的配合演出，而且演得非常的棒啊！高家同志，您可以换衣服了。对。товарищ Ли, посмотрите на его одежду, очень маленькая, не годится, видите? Замучила меня, вы знаете, мне трудно надевать ее. Нет, замучила она меня. А дальше мы что будем делать? 全消灭！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会放下武器，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把那说废话都给我干掉！姑娘，带几个人去后面看一眼。好，你们几个跟我走。 再喊！里面的人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快放下武器，政府会给你们一条出路。
怎么样？没事吧？走，快撤。你们几个，跟我来。站住！小心有诈。小心点，进去看看。呀，师傅还是你啊？嘿，罗技术员，你今天这么高兴，有什么事儿啊？说给我听听呗。我们志愿军在上甘岭又打胜仗了，嘿，我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吃饭去了。好嘞。哎，听说了吗？山口那边那个车马店是个特务窝，昨天刚被端了。是吗？啊，我还去那里吃过饭呢。他们老板姓秦。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他还是个大。真没看出来，看出来那还能是特务吗？昨天解放军都去了，那人呢？是被抓了还是被枪毙了？全都消灭掉了。嘟嘟嘟嘟嘟。哎，行了，吃饭吧。王厚文，哎，到。你吓我一跳。你还吓我一跳呢。怎么了？说。保卫处肖处长让你去一趟。肖处长。对啊。进，肖处长，您找我，罗克文同志，来，坐坐坐。哎，你原来在汉阳兵工厂工作过？哎，对，坐坐坐。看你的资料，46年的时候你还去过东北。啊，对，当时是去沈阳接收关东军野战兵工厂。跟苏联人交涉，然而苏联人把工厂交给了我们。此一时彼一时嘛，当时我们是敌人，现在我们可是同志了。哎，对对对对对。现在你又要跟苏联人打交道了，但是这次人家是来帮助咱们的。这是厂里决定，技术方面的工作由你配合方工程师与苏联专家进行沟通。你一定要配合好苏联专家的工作。哎，好，一定一定。那肖处长，那我先回去了。好，你去忙吧。哎，好。肖处长，罗技术员那次醉酒可就是在秦老板的车马店，还是他们的人给送回来的。您怎么放心让他去配合苏联专家呢？只是让他们在工作上互相配合。再说，还有方工呢。如果他真的是一个特务，那更要给他一个暴露的机会，这样他才能够露出马脚。否则，真到了关键时候，后果不堪设想啊。阿红，五具尸体都在这儿了，看样子全部都消灭了。老高，把这里的情况跟局领导汇报一下吧。好，我知道了。
给我检查仔细了啊，不要留下什么残留。是。报告，发现了这个。这不是二排的吗？正是敌人希望看见的。是。我们的条件啊，很简陋啊。У нас непростые условия。这个车间负责生产 MEA 型155毫米榴弹炮的弹壳。现在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为黑索金炸药研制成功后的大规模生产做着准备。этих веществ после его успешной разработки. О, М1Н1. МЕИ? 对，美国货。对对对，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啊，从国民党军队里缴获过来的。еще в период освободительной войны. Вот, молодец. По американца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же оружием, американским оружием же. Ах, ну вы дает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красиво, красота. 用美国人的火炮打美国人。真有你们的！Молодец, хорошо. Андрей, обедать. Давай, поехали. Ну давай, пока. 请。反攻大陆，欢迎啊！带走。是。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想。 明天中午，他们计划在石户街的集市，与一个代号叫老寿星的特工接头。对方会手拿一把扇子出现。石户街，那可是人最多的地方，大隐隐于市，这个他们懂。那我们就把那两个特务放出去，钓这条大鱼上钩。阿红，你能确定那两个特务没有撒谎吗？ 让我们心理专家分析一下吧。一个人在说谎的时候，会试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会不断的眨眼睛、咽唾沫，或者提高自己声调来掩饰慌张，有时候还会有一些微小的肢体动作。但刚才那个特务在交代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要么他说的是实话，要么他是一个反侦查的高手。 但从抓捕现场他的怂样来看，是高手的可能性不大。现在不能去，车马店被查，现在风声正紧，这个时候去接头，太危险了。上面接二连三的派人来，说明上峰非常看重朱山。 咱们必须得有所回应。听说这一次还是空投。对，没错。是谁接应的？这没说。问题就出在这儿。要是没人接应，往往是凶多吉少。万一公安再来个放长线钓大鱼，我们贸然露头的话。 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可万一要是空投成功了，他们又急着要接头的话，那咱们岂不是错失了一次很好的机会？要知道，那边每次来人，总会有些好处的。那我们就来个双管齐下。老李，你把密写液拿过来。好。 石湖街鱼龙混杂，能不能见得到，就看他们的诚意了。一会儿你把鸽子放出去。 敢跟我耍什么花样，后果你们是知道的。老老实实配合我们抓到老寿星，给你们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明白吗？明白。
别让他跑了。是。往哪儿跑？抓了。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带走。就是那边公安局的回电。经查，李福茂同志确我市粮食局所派至竹山公干，随身携带有相关证明文件，请核实。这，他身上所有的文件你们都查了吗？都能对上。看这事儿闹的。报告，高队长，会议室开会，请您过去。行，我马上过去。那，过去吧。辛苦你啊。没事。嗯。带报了，带
海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先生，来一份吧。给。现场到了。好，谢谢。活着，他的老窝不是已经被毁了吗？我有自己的渠道。我估计啊，廖老板是被谭延俊的失败冲昏了头脑，又连派两个人去了竹山，结果都被对方给控制了。那接头人呢？他可是长期在竹山生活，比那些雏鸟可老道多了。阿红，从这两个家伙嘴里掏不出什么来。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呀？因为派他们过来的人没给他们嘴里喂东西。啊？让他们来送死啊？那倒不至于。人家培养一个特工也不容易，至少也得起点作用。红明，陪我再去一趟集市，走。哦。幸亏我们提前用扇子的接头暗号做了测试，要不然这回进去的可是你裘燕子。公安盯着呢，要是他们知道是我去接应的，肯定是放长线钓大鱼，最后把我们一锅端。不管怎么说，公安已经盯上了，今后接头一定要谨慎。对了，告诉那个秋月，他跟那个叫李鸿明的公安走得太近了，今后别引火烧身。这回还正是秋月救了我们。那天李鸿明在扇子滩前蹲点，要不是他们相识，恐怕早就出事了。你等等，你们三个碰上了？对，碰上了。如果是这样，他们可能已经开始怀疑了。一是当时我手里没有拿扇子，二是公安也抓错了人。我看李鸿明，他未必会起疑心的。我说的不是那个叫李鸿明的，是他身边那个陈红。车马店被毁，谭延俊就死在他的手里，这个人不简单。自从他来竹山的那天起，日子就不好过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据说保密局已经针对他们做了行动安排。你是说干掉他？哼，他这个人是个人才，死了倒挺可惜的。也曾高进站起，征战南北，不畏刀剑，誓死如归，义无悔。也曾。
西北，任李立马潇潇，惊起有过几回。